看懂这个细节，你就会明白梅西的内心有多强大。世界杯决赛进入到加时，梅西打入一粒金子般的准绝杀球，阿根廷几乎是球队后防线，却在最后时刻忙中出错，送给法国队一粒点球。姆巴佩着姆巴佩激情庆祝的背影，许多阿根廷球迷的心理防线都已经崩溃。迪玛作为球队队长，梅西在下意识的要跪在地上时，内心的执念却让他坚定地站起身，鼓舞队友继续战斗。因为他明白比赛还没有结束，如果他倒下了，那这只年轻的潘帕斯雄鹰就会失去了主心骨，几乎必败无疑。只不过那个内心强大的阿根廷十号，就像曾经的马拉多纳那样，带领队的细节就是梅西能够成为球王的原因。在逆境中不屈不挠，在崩溃之际扭转乾坤，没有到最后一秒绝不放弃。